你们想进去吗？我们可以用呀。哎呀，那早说。哎呀，如果想进房间的话，大家就来这里完成这项任务，成功的队员就可以进房间里休息。我们不要进房间啊，我们游戏可以输，人品不能输。这个是挑战啊，我要挑战。这个是干什么嘞？我们可以把这个冲浪板放在吊床上。 然后在这个草地上进行冲浪，如果能够站起来吃到甜甜圈，就成功。裁判老师好像不会这个游戏，别勉强，哥。太简单了。我们进去干嘛呢？进去休息啊。那他们也可以叫他们出来挑战，想出来的人。他应该不想出来。有这样的人吗？好像没有啊。 或者我们赢了叫其中一个人出来呢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，叫他们出来是吗？也行吧，你们自己商量吧，都可以。你放弃这个节目了是吧？你们自己商量吧，放弃。他已经睡着了。没事，本来就是午休时间，就是让大家休息的。我先来吧。你再来，这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，太简单。慢一点啊，小心。 下雨了会有点滑，上上上，OK吗？OK吗？OK。脚趾用力，脚趾用力。脚趾用力，用力，看前方，看遥远的前方。哇哇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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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 等一下，我好难呐，这太简单了。这个很难哦，很难哦。很难吗？很难。你小心，我帮你 hold 住，帮哥 hold 住一下。主要是有水。好吗 ？OK 吗 ？OK， 好，放了啊，放。哎，哥有重量，所以还好。 在哪儿呢？那个地方，在你后面，左后面，左后面，那个东西在哪儿呢？还有边上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你们确定有人完成过这个任务吗？完成过。没有，刚才那个裁判老师也没完成啊。哎哎哎哎，等一下，哥，爽快一个咬一口，左边上面。哦哦。 不要笑哥哦，来了，舌头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个已经舔过，怎么办？这必须要你完成了，我们。 我们不可以再碰了。哥，这游戏只能你玩了，现在。对，现在只能你玩了。来，你要来一下吗？啊？你要试试吗？你要不要试一下？真的假的？来来来，上上上。等一下啊！两脚分开着，再分开，对，再分开。哇，好难啊！好，我们封锁了啊！放了。 果然，女生是可以。耶！耶！耶！好，恭喜轩怡挑战成功。叫他们其中一个人出来。叫他们其中一个人出来。我们原队，炮叫炮出来。这炮，我们是本来是我们队的嘛，叫他出来啊！归队，归队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沙哥出来陪陪我们吧。有点热，还是有点热。我已经出汗了，已经。 这环节感觉总像是后边有什么事儿，好像有啥事儿似的。隐藏着一些阴谋，怎么了你？进来进来，他是被欺负过来了。大哥，过来一下。干嘛？要任务？有秘密任务，有任务，有任务。怎么还给我们拐走一个呢？还我还回去吗？回不去了。对不起，大哥。我还以为叫我出来什么好事儿，有点气的鞋都掉了。 一次挑战开始， 他们在外不是休闲呢。
我们在屋里是休闲娱乐，来一个。你谁在晃我？没有人晃你。不要晃我。你怎么搞我？不要。没有人搞你。